各位阳明的阳明公司的董事，我们的相关的伙伴，以及台船的很多的员工，大家午安啊！刚才我们花了两个多小时哈、我们进行了今天的很高兴的一个命名仪式，这个对我们的郑董事长可能是一个新的体验。郑董事长是我非常感谢的一位长官啊。我们两年前台船在办增资案的时候，郑董事长在国发会，他掌管国发基金，他给台船公司非常大的帮忙，让台船可以活到今天，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从他很忙的 schedule 里面去挤了半个小时，早上八点开会，这样子帮我们把台船的最重要的事情给处理掉了。真的是很感谢，那他这一次能够回到阳明来，那我和台船一起来做合作，这也是一种机缘啦。今天台船交给阳明的这一艘船，这个是我们跟阳明合作的第92艘，我们跟阳明合作一共按照这个合约还有5艘还没交。我们这一型的船是在国际上是非常有名的啊，这个船是节能环保兼智慧。既然是这么好的船，第92艘到第97，我们有一个新的92共识。我们的92共识就是说，我们把这97哦，很快的把它凑到100，或者是超越100，因为这个船真的是相当不错，所以极力的向那个郑董事长做一个推荐。高雄市罗副市长。然后我们台船的郑董事长，还有我们自己的同事，今天的命名人邱春玉女士，还有在座各位董事，那各位客户，大家午安哦。我第一个当然就是还是要表达感谢台船这个郑董事长哈、他刚才讲我们两年前的姻缘哈、他刚才也有暗示我了哈、就是要继续下订单了哈、那这个一定我会把它当成我重要的任务。那其实刚才在船上参观的时候，这个台船的优秀员工也是说，希望台船做的船非常好，帮我们可以降低这个油耗，降低11%。我有听到是价格可以降11%，对我很高兴。不过就是感谢台船啊，我这个100艘什么的，应该是指日可待的。好，那我们一定要往这个方向来努力。我们从2014年到2019年，这个全世界最权威的那一本 Marina 杂志都选了台船的船作为那一本杂志的封面。只可惜现在当船的市场越来越少了。我们到了明年5月以后，我们的产能全部要往军舰和风电。但是如果这个产线，阳明郑董事这边愿意的话，我们把这个产线赶快维持，继续把它延续下去。这个在这个场合里面最重要的是要感谢这条船在产生的过程里面所有贡献的一个伙伴。先感谢我们阳明公司在台船驻场的各位代表，我们 DMVGL 的验船师，还有西澳的验船师，以及我们台船今天也有员工代表。大家都知道高雄很热的啦，躲在铁皮里面工作那真的是很辛苦，可是没有这些辛苦就没有今天啊，所以我们是很感谢他们。那最后还是要祝福我们这一艘船啊，今天有这个邱女士的命名，我相信她的未来一定是非常的完美啊。我们祝福这条船人平安，货平安，班班满载，阳明发大财，开始见国发。好，谢谢各位，谢谢郑董事长。